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不对呀，我没有，不可能。这是日本摊煎饼啊。我吃了。是啊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带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别炸我啊，我根本就没碰那些女人，是你哥他给我下套。他都开始说你还说什么呀，你都喝成什么样了，你是不是把秘书的事告诉我哥了？没有，应该没说。喝那么多想得起来吗？肯定没。我想起来，他是一直问我来着，我肯定没说。我再睡会儿，这日本酒后劲忒大。快点给我起来，今天去趟白河。上白河干嘛？我听公使馆的人说，皇上今天去白河打猎。快起来，皇上今天去白河打猎。听着是哈兰的声音呢，回皇上，好像是哈贝勒。哎，这边走，走，真的哈兰，我不是说，皇上，真的哈兰，跪，皇上，我哈兰，真的哈兰，你们这干什么呢？这是朕的臣弟，大不懂事儿的奴才。臣弟好想着皇上，哈兰，哈王府的事儿，朕都知道了，节哀呀。谢皇上惦记，皇上，朕的阿玛跟额宁全死了，韩文府烧没了，再不说，下来让人抢了。朕听说了，皇上不是，他抢的是。你们站那干嘛呢？走走走走，你们也远点儿。皇上，抢的不是金银珠宝，出大事了，抢的是南大清的东陵秘书。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谁把东陵秘书偷出来，不是怎么着？就落在谢神厨手里，谢神厨把他交给我，还没说清怎么回事就让人杀了。臣弟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哈王府就让人给盯上，这才有后来这些事。反正臣弟冒着九死一生到天庭找你，就是给你们把我的宝贝献出来。行了，别哭鼻子了。东西呢？皇上，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能见着您呢，我不敢带身上。那就这样，过一段时间我把事情安顿好了，你的张元来找我。张元不太好进，那些当差的这……哎呀，有朕的旨意，你一个背了，你怕什么？是，还有日本人老捣乱。日本人，他们也插手了。那要不这么着，
撑着，您吩咐下去，让过两天叫我和佟丽华到张园给您拍照，我们就能把东西带进去，这样别人怀疑不了。浩然啊，真在。你啊，你是真不争气呀、啊。